去去奔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去去奔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去去奔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去去奔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去去奔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去去奔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到了、啊不知道那个防护罩还在不在？刚吃虎被关掉了，防护罩什么的都应该没有了。小心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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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猪猪侠，猪猪侠，醒一醒，醒一醒！哎呀，你醒醒啊，猪猪侠，猪猪侠！别晃了！哎呀，幸好你没事啊！你再晃下去，我就真的有事了。哎，关闭了防护罩，没想到它竟然自行生成了一股带电的能源墙。电流形成的墙，我们找些绝缘的东西试一下吧。啊！你又要做什么？这不应该啊！再试试其他的东西吧。你们别再乱来了好吗？你们到底是帮忙还是捣乱的？启动最高警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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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能钢齿虎，这下麻烦了。不是所有的钢齿虎都失灵了吗？这是我所制造的最完美的一台钢齿虎，命名为超能钢齿虎，性能是普通钢齿虎5倍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他朝我们过来了。请入侵者。别追我，追猪猪侠去啊！快跑啊！为什么真的只追我呀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呀！阿武！阿武，快点，加油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们别跑了，趁着我和阿武拖住钢齿虎，我是。快去关闭电流墙和脑波强化器。这次一定行。成功了！总算是关掉了。能量过载，启动能量释放程序。启动能量释放程序。什么？好重啊！你们没事吧？肃清入侵者！
普利斯，哎呀痛，哎呀我的老腰啊！迷糊博士，哎呀，懂不懂尊老爱幼啊？这个是，普利斯，接到脑波强化器上。这次总该成功了吧？糟了，他适应了这股能量，并且不断吸收来增强自己的力量。还有这个操作，阿武，赶紧断开这个电缆。猪猪侠，你年轻，你先上。你别过来啊，我会武功的。哎呀，猪猪侠，猪猪侠，可恶。铁拳虎，快快起来呀。猪猪侠，你没事吧？可恶，又来了。跟他拼了。我快喘。合体吧，好。哇，太棒了，将所有能量集于一身，这下有希望了。干得漂亮，他的核心快爆炸了，这样下去我们也会遭殃。武林金刚，快打开二次元空间。坚持住，来不
不及了，快放手吧，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我得负责呀。普利斯，别做傻事儿。迷糊，性命就交给你了，别玩坏了。普利斯，我们准备好了，星盟首席。停，我可不想听到这个称呼。哎，自从代替普利斯坐上星盟首席的位置，我可一天快乐日子都没享受过呀。哎，还是普利斯这个规矩的家伙适合首席的位置啊。准备好了吧？那我现在就开启天空桥传送门了。你们的暑期夏令营结束了。伙伴们，很高兴跟你们一起经历这些，我会想念你们的哦。真受不了你这么煽情，又不是见不到面了。大詹，走了。没错，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呢，是吧，小丹丹？博士，好朋友七。阿武啊，我们也走吧。嘿，哎，真舍不得他们呀。爸爸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哟，回来了。你们回来了。整个夏令营参加完都瘦了，多吃点好的，再胖回来。孩子们，来厨房帮忙，好吃的。对了，爷爷回来了，在你的房间呢。爷爷，爷爷，回来了，阿武，好久不见。喵。普利斯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其实我一直都在次元世界中关注大家的生活。超能钢齿虎自爆的时候，是老师在次元空间中救了我。这事可一定得帮我瞒着迷糊。那小子整天游手好闲。也是时候让他学着承担责任了。喵！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。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友情来帮忙，让我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爱的正能量，让我学会自信和飞翔，追寻最初的梦想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刻